我09年大学毕业，然后就返乡创业，和老百姓一起，更好的能够把山货能够卖出去。从03年我回到我自己家乡以后，我就在想一个问题：虽然我做不了什么，但我可以带领冲锋队人打通这条公路。高温操的磁悬浮的话，是我们学校的一种代表性的一种磁悬浮技术。这个技术的话，是我们学校原创的。目前的话，在这个领域，我们一直保持国际领先。翼龙二无人机的话，现在应该说是我们国家最高端的一个无人机。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，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的生活而变得更好。希望把这个技术能够走出实验室，走进人们的生活。惊叹的四川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回来了。四川现在远不止这样。